啊，就这里，就这里。哎，帅哥。哎，你好。那天我联系的那个阿姨是你，是你姐姐还是什么？怎么是我姐姐？那是我妈。来，我把那个房费，房费就是租金给你吧。可以可以，那个合同你看一下啊，我帮你搞好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太细心了，太细心了。签一个字啊。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来，我看一下。啊，这个是你写的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就写一下啊。来，来，我给你现金还是那个呀？直接转给我吧。啊，来吧，你收到了吧？收到，3000啊。啊，收到了啊，好。哥，哎，阿秋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在干嘛吗？你坐吧，坐吧，坐着我跟你说，你坐着我跟你说好吧，你坐着，坐着，坐着我跟你说，累死我了，来，这个阿秋，你拿着，这个，这是我给小勇的，就是租赁合同，这个租赁合同，你帮我保管着，你帮我保管着，就是说。你不是为了孩子，为了爸爸不愿意出去上班吗？对吧？我想在这里开一个小卖行，你帮我，帮我打理，这样子离你的家一近，这里就到你家10米远都到你家了，是不是？你别开玩笑啊，我们这里都没有开过小卖铺，这里就几十户人。没事呀，因为这样子锻炼一下自己，好吧？赚多少钱不重要，我们重要的是你要有自信，你锻炼一下自己。这里你就帮我打理一下就行了，好吧？哎呦，我帮你看着是吧？对，你帮我看着，可以呀。然后就是不管卖多少钱，我一个月给你1300块钱一个月，好吧？不用给钱啊，这里好烟，这里好烟。我这就在这附近，我就帮你看着就可以了呀。这里好烟，啊？你搞到火了，可能觉得有点烟。没有没有，就这样说好了，反正你。你有空的时候你就过来帮我卖一下东西，有人买的话这里也方便，村民在这里买，还有这个上山干活的手套啊，还有 洗碗巾呀、啊、还有小孩子喝的牛奶呀、啊、我这种价格待会我再跟你说，它是一个清单，零售价是多少，零售价是多少，卖完了过后我再给你拿过来，好吧？不是专门自信一些，专门为了我在这里开个小卖铺吧。以后这个房子你也可以叫国庆啊，他们你们也可以住在这里来，这里房子都是你的。Thank you.
你是因为我没有办法，前面你给我找的工作没有办法去上班。你别哭呀。你专门在这里开个小卖部，你是为了我。我想让你，真的，我想让你提升一下自己，你要自信一点，知道吗，阿群吗？没关系，我们从零开始学吧，好吗？你先把这里弄好了，我以后你学习到了，然后再去做更大的店，好吧？好不好？别哭了呀！阿姨，阿姨，你的你阿姨，活儿多的可你咋好？阿秋呀，是什么？不，阿强哥在这里开个什么？阿姨，你别说嘛，那个就是我在这里开个小卖部给阿群梦弄，然后他不是不方便去外面上班打工嘛，然后他空的时候没有农活做的时候，可以来这里开一下店，有空的时候卖一下，没空的时候都可以去做一下农活，我每个月给他点工资，然后这个店就交给他来弄。啊，真的啊！哎呦，你哦，啊不，谢谢小伙计，你都别饿了吧？先落落花生，落花生。我没饿，阿姨，我没饿。没哦，没有，不行，落花吃，落花吃。哦，落花吃，坐。不是，还没弄好，这里还没弄好。哎，落花吃，阿春你。没事，啊，老夫吃，好，你太客气了，阿姨，你太客气了，老夫吃，太客气了，啊，老夫吃。